2023年第11届台湾国际纹身艺术展最佳写实小图第3名季军得奖的是2023 11th Taiwan Tattoo Convention Best of Small Realistic. The third place goes to AD Tattoo 魔鬼。AD Tattoo 魔鬼，恭喜！哇，是个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来来来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也是由我们大蓝国际的颁奖女郎帮我们递奖牌，那我们是从小李哥帮我们颁发 ，OK， 谢谢，好，这边啊，等一下有红酒喝哦，魔鬼，哦，魔鬼，等一下去那边领红酒哦，哦，好，有我们大蓝国际赞助，哦，所有得奖者，